我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啊，咱们天天排队做核酸嘛，排队做核酸的时候少玩一会儿手机，把手机揣兜里啊，不妨呢想一想，想什么呢？你觉不觉得这事儿有点奇怪啊？这事儿让人后背发凉啊！我们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被人绑架了？在疫情防控的问题上，有没有什么人给我们灌什么迷魂汤？地方政府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被人家把控了？有没有人折腾完了政府，折腾老百姓，折腾完了老百姓，一遍一遍折腾，就没个完？他自个儿数钱，在那偷着乐，有没有这种情况？出具一个假阳性报告，知道多少人类的精疲力竭吗？知道多少资源要耗进去吗？人民日报四川分社社长林志波说了一段话，他说，不停止核酸的惊天暴力，疫情就必定没完没了。哇，不停止核酸的惊天暴力，疫情必定没完没了。哇，斩钉截铁啊，掷地有声啊。哎，这话也是人民日报四川分社社长林志波先生讲出来。抖音